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淼宏詹教授哈，电机博士啊，今仔来遮跟咱乡亲交换知识。交换什么知识呢？来呀、啊、，Headline， 爱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、啊，哈、哦，从中共高层，从核酸检测。就赚进了6700亿，看台湾的蔡英文利用疫情大捞特捞，包括高端疫苗，包括检测的筛剂，非常可恶啊！来听好哦，今仔日吼讲的吼是有关吼核酸检测快筛试剂的问题啦，因为吼我昨昏讲的吼。讲的哈、哦，说快筛试剂在国外都是免费的啦、啊，在加拿大、在美国啊、澳洲啊都不要钱，免费的啦、啊。怎么在台湾哈、哦、一剂呢？刚开始要抓到800块，我前一阵子去检测呢，差不多一剂要300多块。有很多的乡亲来跟我反映，反映了以后我吓一跳、啊，哎呦，因为我是电机博士啦，啊，对于这种哈、哦。生化实验上面的任何快筛试剂哈，我比较外行，所以我比较不敢讲话。但是呢，哇，很多乡亲哈跑进来哦，跟我哦大讲特讲。哎呀，我一看啊，这个不赶快做一个哈，讨论的话，真的不行。来，听这边哦，来 ，Headline，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。中国中南海的高层就光从核酸检测他们就赚进了6700亿进私人的口袋。我们来看看呢，台湾的叫博士曾骗子蔡英文，他如何利用疫情大捞特捞，在哪两个领域捞呢？第一，高端的疫苗；第二，检测的核酸检测的筛剂啊，真是非常的可恶啦！啊，这吼、哦，看咱乡亲交换知识，电机博士曾淼宏是安尼啦吼、哦。咱看这张图吼、哦，我昨昏吼就讲吼，讲快筛国家队成军啦、啊。那后指部的官兵呢，下个礼拜将进驻试剂工厂生产线。哎，要求啊，征收人民的生产线，然后呢，我看哈、哦、是快捞、快骗、快抢的土匪国家队了。哦，阿瓦公以土匪国家队，你看看嘛，当初的口罩国家队，当初的疫苗采购的国家队，哎，今天乱七八糟呢，整个采购的过程哈、哦，咱一路安那个。过去两三冬吼，咱一路安尼甲念一个歌，念啊，大家吼，真正朗朗上口。好，咱即摆看这个第二张，这个高虹安哦，高虹安就执行了新加坡一个检测试剂快筛检测呢，才卖100块钱。那台湾的快筛试剂呢，竟然要卖到300块。我来讲啊，这学期学期初初的时候，我本来要去。要去摸摸好熊科啊！按讲我要每天要拿快筛试剂，要看黄卡打三剂。我说打三剂我不打了，我走了。结果呢，好，那用快筛试剂，我每次用一张快筛试剂，成本要300啊！啊，高虹安的执行呐、啊，哦，现在咱新加坡吼、哦，一剂100块，咱台湾来卖啊300块。来，咱过来看一下，我昨问的哈，昨天的内容哈，啊，这个国民党的万美玲哈就执行了快筛试剂哈，应该哈在100块钱以下了，哦，啊，这个陈时中他就讲说哦，快筛试剂哈这个要200块钱以下了哈，啊，所以讲哦。万美玲，国民党万美玲那个执行陈时中吼、哦、没有诚意啦、哦、啊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快筛试剂，真的，我们那个快筛试剂吼，小弟我去买啊，
啊，一季300块啊，一季300啊，啊，针对这一件事情哈，嚯、哦，很多乡亲就进来消息了，伊就讲哈，哎，一个成美会的乡亲，伊就讲啊，他在日本呐、啊，他住在日本，他说哈，快筛试剂要钱，哎，我住日本，我住东京日本，日本东京成美会他就讲，我住日本东京，所有哈、哦。所有的车站呢、啊，所有的车站呢，一出来一定有一些固定的地点让你去进行快筛，福利价值免钱呀。伊就讲吼，政府吼、哦、像三手线，哦，伊去不不咯，磁带吼，啊是吼、哦，这个我主打吼，啊是吼、哦，这个伊去不不咯，哦哈，伊去不不咯，我主打啊去哈巴拉哦。秋叶原，任何一个车站都有一个固定，都有不止一个啦。他们时常看到有固定的地点，都会让你执行、哦、免费的快筛啦。他说：“哈啊，台湾快筛还要钱哦？有要钱哦，300块，300六了。哦，阿公今嘛吼要征收民用的快筛试剂工厂，要讲收啊200块啦，要收啊。所以讲吼、哦。”我一个前辈，国分啊，吼、哦，伊伫旧年就写，啊，我搁甲摕起来用，吼、哦，伊最近搁摕出来写，国分啊，伊就讲吼，调查局，旧年5月里告征信我，还函送司法院要把我起诉，说我推进，说我推荐了居家快筛剂是造谣犯罪的行为，要判刑3年。而且可能会罚款300万，怎么今天政府呢自己在推销了，还勾结奸商，一剂要卖200块 ，WHO 有登记的产品一剂才500块，即刻可以提供哈每天200万剂啊！卫福部推行这个快筛剂也是造谣犯罪行为吧？啊，国分啊，就是安尼啦。伊吼叫调查站，伊以前就咧推广快筛试剂啊。伊讲一剂50块尔啦。哎，啊，调查站甲叫伊啊，吼，甲恐吓讲三档啦，要甲关三档啦吼，啊，要甲罚金300万啦。啊，即马咧，哎，伊讲成本50，我昨有讲成本50。啊，结果咧，即马吼，哎，国家。家己要食啦，跟啊，我的标题所讲的吼，讲吼这个中共的中南海高层啦、啊，关这个快筛核酸检测的快筛试剂，他们就狠捞了6700亿啦。啊，你就知影吼，今嘛人家的政府啊，包括中国啊，哦，台湾呐、啊，都在花国难财啦。啊，国分啊就讲啊，伊国分啊两当前就讲啊，伊讲哦，快筛试剂一剂50块，还免钱免费要提供。哎、欸，啊，即马咧，咱政府吼、哦，就800降啊300，伫里面起300，即马讲要共征收民用工厂要降啊200，啊，高鸿安那个执行新加坡讲700块尔，啊，万美玲啊执行讲要700块以下，哎、欸，啊，所以讲国家即马吼。跨英文，看中共中南海呀吼，赚6-7千亿吼，好眼红了，跟进要一起赚了。啊，佮讲一个哦，较坦白的，讲一个吼，较破铜烂铁，互咱大家乡亲参考。这个快筛试剂吼，
这个黄亮生前辈哈、哦，这个黄亮生这个网友伊就讲啊，伊讲吼，台湾的硕士学生群成功的完成了便宜的快筛试剂，却哈、哦、却遭哈、哦、不理会了。这个是哈、哦、花莲的慈济大学医学院来的哈，因为一批学生他们在报验公社上面哈、哦、转贴的啊，我把这个内容，因为哈、哦。他们讲的实在不实在、啊、他后面所使用的那些 professional term 就是专业的专有名词哈。以我点击不使用哦，对这种物件我较唔捌啊。果然到底哈、哦，他们讲的专业不专业啊？这个内容哦，实在不实在。果然向亲参考哈、哦，来，咱今来参考哦，就是黄亮生所讲的报验公社上面。生产快筛试剂成本极低啊，在德国只卖100块左右，为什么产地国台湾的人民反而要用一剂350块钱左右来购买呢？那原文这个原文的标题哈、哦，就是哦，快筛试剂贵，因为台湾市场小。鬼扯！来听听快筛试剂研发人员他们是怎么讲的。来哈、哦，哎，花莲慈济大学一批学生啊，他们发明出来了。他们哈、哦、反复，因为哈、哦、这化学系、化工系的，他们都可以去实验室里面调整出来的。啊，这个生化的哈、哦，他们所做的实验，阿姨哈，我大家讲啊，分享咱大家乡亲看嘛，因是安尼写哈，我们是花莲。某活系医学院的一群硕士生跟大学生，在经过了大约一个半月，跟学长、学姐们以及一位中研院博士的努力后，我们总算做出了第一批的试剂，也是台湾第一批重组 N protein 的。并且在测试中有着98%多的特异性，以及跟接近100%的灵敏度。陈时中医师口中的研发成本，是我们这群不用钱的学生研发技术瓶颈，是一群大学生用着比自己还老的设备就能做出来的生产成本、啊，是能够跟验孕棒共用生产线，一剂只要几十块钱。然后到了前一阵子，我们花莲疫情爆开了，我们要快筛，学校还要我们自己花一剂350块钱买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成果。只不过学校门口的一张招生海报，哈、哦，贴着我们的成果。啊，我们发明的成果呢，没有一句被用在台湾人的身上。到现在，这张海报还挂在我们实验室的旁边呢、啊，跟学校的门口。然后大家继续买国外的快筛试剂，你说讽刺不讽刺啊？来，啊，今麦咱来看哈、哦，他事情是这样子啊，今麦咱来看。啊，到底他们做的专业不专业？我相信看我节目的很多人都是破手机的，大家哈、哦，到时候请咱乡亲哈，专业的乡亲哦，搞阿道共结，到底因者的哈、哦，实在不实在，可靠度是怎么样的？哈、哦，他们的这样的写够不够专业？哈、哦，来听一听哦。对我这个电机博士来讲，他们讲的以下内容是一种很专业的内容啦。阿兰雄青哈，专业呗，加减听看看哈，一回生二回熟。他们这样写道：看到 PTT 上面有人吵抗炎抗体检测的差别，说疫苗会影响。我们当时选用 M protein 的原因，其中之一就是要避免疫苗的影响。一般疫苗都是 S protein， 接种疫苗的人不会有 NTNAB 才对，而 LGM 是急性感染的指标 ，LGG
是感染后期或恢复后的指标，因此我们才选用双抗体。在国外，抗体试剂也被用来做第一线的快筛，特异性、灵敏度都不比抗原检测低，而且 Golden Standard 都是 PCR 的状况，为什么不能并用？啊，我唔知。好，慈济大学、慈济医学院，他们这些哈、生技系，他们做出的这个核酸检测的快筛试剂哈，一共啊，成本啊都无到十几块啊，啊，就当做出来物件，啊，咱台湾哈、开始哈、本地要甲国分啊掠去关，啊，尾啊呢卖八百，啊，即马哈，我也感觉啦，即阵蔡英文的即阵哈，拢老啊。拢干那要洗钱的，干那要提钱的。来，这个一时吼，这个乡亲伊就讲吼，蔡英文没有能力，没有品德，没有东西可以信服人，无法强过他人，只有一招，就是喷黑、抹脏、骂到臭头。所以搬国库的钱，买媒体，从里长到社区，一直到菜市场，我就讲啊。蔡英文吼，阿扁啊，在任的八年，伊做偌济代志，啊，伊蔡英文起来六年，钱开了加济哦，啊，到底有做啥物硬体、软体建设？有啊，网军啊，1450网军用来吼，拍人民啊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来咱个继续听嘞，即、這个陈美莲即个乡亲伊就讲吼，曾博士，我看到了一则报道。不知道是否为真，请博士哈告知是否事实啊？伊讲哦，伊看到哈一个报道说，台湾的负债已经高达22兆，真的吗？我拄则咧讲啊，蔡英文因这六年到底硬体、软体，因有做啥无？看无啊？啊，有人看到讲吼，台湾即卖欠债负债高达22兆。我阁讲一个，互咱乡亲参考。台湾中央政府总预算吼，一年是差不多2.5兆啦，吼2.5兆，2.5条啦。啊，即卖咱台湾欠22条，啊，这是事实，还是假呀？请咱乡亲吼到查证者，啊，如果有查证的结果吼。或是哈跟我联络啊，我们把这件事情做一个澄清呐、啊。哦，咱当个中央政府总预算2.5兆，啊，即马台湾欠这22条，啊，这是真的还假？吼、哦，等于讲欠他的八倍呢，欠这八倍，啊，你啊八倍有大这个代志，高铁起起来哦，沿山子分红弹，雪山隧道哦，24680横向快速道路全部起起来，啊、我。哎呦，啊，我嘛信你，无啊，伊拢无做啊，这是阿扁啊做呀、啊。阿扁啊，迄阵还打消负债，啊，蔡英文伊去打，讲欠22条，啊，佫做无物件，即阵专门咧搬钱的啦，即阵专门咧搬钱的啦，我甲你讲啦吼，来啦，只为了让本土执政，就允许蔡英文加主流媒体。没有公平正义，允许一场再一场作弊的选举啊！我现在还讲作弊的选举，较早的选举哈，顶世纪啊，中立事件，迄时的选举哈，党外在干票，在干票啊，是直接在窗户，甚至开票的时候呢，就一个桌子，就直接从走廊进入教室里面看着他开票呢。看着他，较早党外吼，中立事件，啊，就是中立事件，知无？国民党做票，啊，尾啊呢，相平拢起来，啊，有中央大学的两个大学生吼，好像被
被警察开枪打死，所以才惹起中立事件。一身中立事件上，我一身中正立功行一年呢，我一身吼脑啊真大啦，我哪知影啊？啊，迄时阵吼干票，东华咧干票，哦，公华干票是安那干票呢？在选举的过程呢，都站在窗户外面就可以看，然后在开票的过程呢，就跟桌子隔着一桌子人就进入教室里面看着他开票，是安尼呢，是安尼呢。啊，今嘛呢，今嘛要干票，要干票还要离开教室三十公尺啊，离开教室三十公尺的树在里边呀，对不？较早的干票，含今嘛干票，啊，甚至哈。现在含30公尺外的干票还要受到 disturb， 就是受到干扰，还不准呢。啊，台中就发生代志啊，台中就发生代志啊。啊，人诶，干票的人伫外口用计数器、用手机啊咧拍，我未使。啊，就叫人去啊撩乱。吼，啊，即卖即件代志，毋是今仔咱讲话的重点。今摆诶干票，顶世纪吼，中立事件诶干票。是人直接进入教室，入去教室内底一个桌子之隔就这样干票，吼、哦，干到吼，现在吼三十公尺外，现在根本不能监票，不能够监票的选举算选举吗？哈、啊，你哪阵讲要选举吼，大家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我拢无惊你，无惊你来做弊啊，哦，啊无吼，就参照共产党诶，斯大林讲的，我不管你们投票投给谁。我只管开票的人是谁啊？今嘛台湾的是安呢？今嘛台湾的是安呢？哦，来，就像哈、哦、允许不能够监票的选举，就像一场哈、哦、允许一场再一场作弊的棒球赛。然后呢，随着蔡英文当王乱政，蔡英文哈、哦、他不会感谢人民了、啊，为什么？他也不会去管他的政见，为什么？哎。我上去，我是靠坐票上去的。我坐票有我的风险啊！我是靠坐票上去的，我根本就不用你们投不投我哈，我不管了。但是呢，我是坐票上去的，我干嘛感谢你们这些人？我知道你们选举不投我了哦啊！20201月11日到底蔡英文来选票是几张？我知影，因为新闻有来跟我讲啊，蔡英文的是因为这票去的。所以说，他只感谢坐票的人，帮他坐票打天下的人，他不会感激你们人民，甚至于他所开出的政见，伊根本袂咧秀人嘅。啊，所以讲啊，这种哈、哦、这种过程，就像他哈、哦、一生都在诈骗的过程了。蔡文咧一生拢用骗咧，伊我讲伊一生拢用骗咧，啊无你哈、哦、蔡文，你说你1984年。哦，1984年的3月，你拿到了英国破除学位。那你1984年的3月15日，你拿到博士学位。那你为什么在1983年的6月、1983年的那个1983年的6月12日，你哦，一支博士学位，说你是博士，你还没有拿到博士啊？哎，这是一个正式博士的死刑呢。你没拿到破除学位。但是你用博士的名称头衔去投稿，他到1983年的6月，1983年的12月，在政大法学论坛以博士的名义哈、哦、去发表文章啊，这刚在圣杰小，所以讲蔡英文变那是博士了，他一生都在诈骗，啥子被当，所以说哈、哦，他一生都在诈骗人民看他乱搞没辙。所以说除非革命了，台湾走进最黑暗的坐票不能够监票的民主、啊、台湾人哦，台湾人现在还继续用蔡英文，你简直就是、哦、助纣为虐了，悲哀了，悲哀了，台湾的民主、哦、发展到变成这样了。蔡英文，你让蔡英文这个假博士超级邪恶的人执政，但是台湾人呢却失去了公平正义以及是非心呐、啊，台湾人，你有法当接受的哦。
蔡文，你不要天天在那边讲抗中保台啦！啊，你底下咧骂中国共产党，我跟你讲，那么撤中国共产党，恁别撤比你较大声啦！那阵讲哦，撤中国共产党的人，拢会当做总统哦，啊，全台湾2350万人，拢会当去做总统，啊，国民党会对我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直直底下咧撤抗中保台，撤中国共产党，并不表示。在你统治下的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啦，这个哈、哦，你一直骂人家，并不能表示你的崇高地位啦。啊，要撤中国共产党哦，哎，不动哈、哦。我讲我在我看来哈，你跟中国共产党同级的，哦，同级的。啊，所以讲哈、哦，瑞士的达沃斯论坛把台湾的法律的公平度输中国一名，输中国一名。啊，像那个输中国一名，咱跟中国同登同分呐。但是呢，中国吼、哦、13亿人口啊，比你较侪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它的法律的清洁度吼、哦，排行在咱台湾头前啦。所以讲咱台湾是足悲哀的呢。蔡英文这个吼，这个泰国囡仔、泰国生吼、哦，来，这个是我今仔日跟咱乡亲交换知识 headline，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，我们。从中共高层呢，至核酸检测就赚进了6700亿。我们来看蔡英文，这个诈骗诈蔡英文利用疫情大捞特捞，怎么捞？从高端疫苗，从核酸检测捞了，真正是哈、哦、花国难财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恶啦，拉美尔斯啊 ，OK， 还蛮雄心高王地性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台湾人四百年来，自受虐待拢知，子子孙孙有啥了解？先祖打拼的悲哀。完成日本甲阿萨人，受人糟蹋，奈命运这呢歹，一代过了又一代。自受虐待拢知，子子孙孙有啥了解？先祖打拼的悲哀，世伴啊，啊，予咱完成。一代过了又一代，受人糟蹋，奈命运这呢歹，一代过了又一代。